Zhengzhou's title, the center of heaven and earth, fou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in the story of the Duke of Zhou observing the shadow of the sun. He finally drew a conclusion that Zhengzhou w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. So this is the shadow measuring platform. Mm. When was it built and what did it do? 那个周公测影台呢，它就是在中国西周时期修建的，也就是说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这个建筑已经有三千多年了。它呢主要是用于，就是周文王他的第四个儿子叫姬旦，他用于测量地的中心所建的一个仪器。So Master Zhou, the emperor's son, what was he trying to measure?And how did he do it? 他建主要建这个测量仪器的目的呢，就是当年在西周的时候，周文王他为了迁都中原，因为当时的这个他的都城呢，最开始是位于在陕西那一带，在陕西的镐京。那么因为陕西地方比较偏远，离中原比较远，没有办法统一中国，没有办法统治，所以呢，这个。周文王就一直想要迁都到中原，然后那个他就让他的儿子周公姬旦，让他呢来去寻找一个中心的地方，帮助他们迁都到中心的地方呢，从而呢更好的统治国家。所以呢，这个周公姬旦他当年就在全国各个地方找了测量非常多地方，最后呢就选在登封市的镐城镇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呢每天呢。这个叫圭表测量法，每天呢在这里，刚开始是立了一个木杆，然后下面建了一个土圭，每天测量日影、太阳变化、影子的变化，测量它的变化规律，然后从而呢就测得一年之中。